台南新市区农会甲台南的家乐来合作，伫个舞蹈节的活动来展示着修行人利用废弃的蒲球、彩绘的淡毛的阿布多啊，让这个废弃物变作艺术品。台南新市舞蹈节要伫咧10月14日暗时举办，新市区农会佫特别和台南第二感觉合作。典乐长李进国讲，感谢农会会当予受新人一个展览舞台，展现收容人的技艺，让他未来出去以后，他有信心可以参与这样社会上任何一个重要的活动。很荣幸让受刑人的产品可以在这个场域来去做一个舞台。新市区农会讲，伫咧新市舞蹈节的活动现场，会当看到台南第二感觉受刑人所彩绘阿不多作品，和埔球别个再是污染环境的废弃物，正做比例艺术作品。欢迎大家伫咧10月14日暗时啊，来到新市三峡宝济殿庙埕欣赏，顺续参加新市舞蹈节升级活动。Hello， 我是冯维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